走不迷路，老板帮你顾。大家好，我是赚爆雷老板。哎、欸，同学今天开心了哦，天天操练起来哦。我们这几天的操练有了成果了哦。今天录影的时间是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二十八。如果不意外的话，除非明天盘市强迫加班，不然今天应该是本年度最后一次直播、哦。同学好好把握好不好？然后我们相约一月的课程实体见面哦。好，同学今天为什么要开心？等下两个主题哈、哦，第一个主题就是。 我们等了很久的重点啊，重点终于风云再起了哦。我们的闪电联盟，第二个呢，等一下会跟大家讲一下新闻，还有最近有哪些重大的展览新闻你要注意的，会不会从里面抓到一些个股的逻辑，还有我们大盘怎么看？那首先呢，啊，好，恭喜大家哦，很感谢大家陪着雷老板，因为中心店哇，那个黑 K K 棒虽然说不是每一只都大跌，但是连续跌了十几根的黑 K，对不对？ 试店也是，但是雷老板一再的跟大家强调，你进任何股票，如果拉回的时候，你每次都说喷出去你要追啊，没买到早知道多买一点，拉回的时候你又不敢，那你又希望它拉回到起涨点，哎，那更是有点难了、啊，同学，为什么？等到拉回起涨点的时候，不就代表这一波上去的人全部都下车或跑光了吗？那是等到回到起涨点，谁又帮你做价做上去，对不对？所以我们希望怎么样？ 我们希望呢，尽量能布局在跟第一批人相同的时间点。所以最近你看哇，中心店啊，今天啊、哦，今天什么涨停了？我们的1519啊、哦，我们会员扣讯的，对不对？有1519的华晨，1503的四店哦，今天都涨停哦，今天整个重电四雄都是涨的哦，盘中都是急拉猛送哦。好，所以同学，1519哇，整个我就跟你说，国家队领军嘛。 它如果不死，另外三只都会后续的跟上整个族群的本一比哦。重电是有族群性的哦，所以今天四家是一起涨的哦。你去看重电之前，它的 K 棒是四家是一起跌的哦。你看华晨这里，哎、欸，龙头跌比较少一点。来看一下其他家，你看哇，你看到这个黑 K，你会不会很害怕？ 老板，这里好多、哦。可是我那时候一再跟你强调，你要去看刚开始买的人。你觉得成本会在这里吗？还是成本会在法说会的隔天这一天呢？所以同学，我那时候都一直要你思考哦，对不对？所以为什么我们在上面卖掉之后，我们回来接是接这里？我们试店在一百零三呃呃一百三十几的时候卖掉过一次嘛？那为什么回到这里，雷老板又开始叫你接，对不对？在关键参数纠结在起涨点附近的时候，雷老板说你要记得。 你看这是个你，我不跟你讲，你还不知道换股票嘞，对不对？这是试店哦，啊，刚刚是中心店哦，所以大家的成本都在这里的时候，回到这里的时候，老板就跟你说，你要好好的守住，为什么？因为难得明年那么多的组群，你看哦，十二月份哦，假设你已经错过 AIPC 了，起涨的第一次的起涨，你又错过钢铁了，对不对？你又错过航运了，因为那个都你来不及布局啊。我说实话，你要嘛就追嘛，啊，追了就。 一天又回来到剩一半，或者是你目前还没脱离成本。你看人保今天是跌的，好，所以同学你看，那我们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族群，我们知道长期的观察来看的话，我们用罗盘来看哦，我们好不容易找到这个族群，它长期来看它是在一个区间的低点的。你看你现在你就算前几天这里买的时候，我放大家给各位看了、哦，前几天你在这里买的时候，你也不过是离区间低一点不过十趴的地方嘛，一百一十几的时候这里最低一百一十四嘛。 那、啊、你看这些的成本，我那时候一直跟你强调，他们的成本在这里，这里是一个很关键的地方。我们来看一下 boss time，、哦、但我要跟你讲，就是说，你绝对不会买在这里的啦，没有雷老板，你不会买在这里。那全市场的人成本在怕什么？所以，我们先看一下 boss time，等一下雷老板再跟你讲一下，诶、欸，这几天的心得是怎么样？我们进一下 boss time，同学都知道。那有空虚的同学，好，所以很多人问我了嘛？那我那时候不是跟大家说吗？你要先去看看，说大家当初买的成本在哪里嘛？ 然后我一直说大家不要追高，为什么？我们后来第一接是从这里开始接，我们在上面卖过一次哦，试跌。为什么这里开始接？因为我认为在这个成本的时候，大家又开始有兴趣。我们现在等什么？就像刚刚的航运一样，当它回来测一半之后，我们要开始等待说这三个参数的交汇聚集哦。所以同学啊，但是你要设好停损点哦，真的不行了，还是得离开。但是呢？ 在这个之下，为什么雷老板还是看好？因为至少它不是像航运，它不是像电子股，它什么都没有做出来。我说你莫忘我们前面讲的雅丽它营收已经创新高嘞。整个重电族群里面有双雄的营收是已经创新高嘞，它已经在开数字给你看了。现在只是缺乏说资金的轮动回来而已哦。那你要说真的涨太多它有修正，那请问它的底部在哪里？你一目了然吧。 以过去半年来看的话，所以同学，我刚刚那个 boss time 的回顾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吧？其实市场上真的不会有人像雷老板一样，把自己的操作心得跟手法，还有 K 棒里面每一根 K 棒的心法，我这样子教给大家的哦。这是我跟我团队十几年来，我们是一步一步、一张图一张图研究的哦。所以同学，你要好好的把握这个直播课程，好不好？所以你看，光刚刚刚看到这个 boss time。 再加上前几天的直播，我知道我每我直播每次都一两千个人在看哦，我们那个看观看率哦。那你们既然这么固定在看雷老板的直播了，那我们一起撑过今天这么难撑过的重电的回档了，十几个黑 K。同学，你想一下，如果以前的你，你有办法撑住吗？如果雷老板没有陪着你，陪着你直播，陪着你每天看扣讯，你撑得住吗？对不对？ 这一根红 K 直接打掉七八根黑 K 哦，同学。所以看到这里的话，你是不是应该真的要帮我订阅、分享、按个赞？你每天都有看的，是不是到这时候可以按个暂停，先把赞点一下，对不对？先把订阅、先把分享分给手上有重电的人，对不对？这样这是我的动力嘛？然后我也很感谢你们，对，因为这十几根黑 K，很多人都跟雷老板说，哇，重电已死啊，怎么样的？那我一再跟大家强调说。 这个资金我很早就跟你说是在轮动，我举了网通的例子，我举了航运的例子，我也举了口罩的例子。市场上现在到年底，对外资接下来可能慢慢归队了，可是呢，之前都是靠内资在撑，所以就靠靠什么？靠投信啊，靠 ETF 去买那些高殖利率的股票。那我们重电呢就稍微被冷落了一下。那如果你做纯技术面的人，前面我跟你讲，一定撑不下去了。如果你的技术面不是用雷老板刚刚。 有加筹码面的心理学，跟你说，诶，大家进的点位在哪里？你以前一定没有想过这种想法了。你以前一定会觉得啊，突破就是突破，对不对？彻底就是彻底，季限就是支撑，就这么简单的东西而已。但你有没有想过，每一个股价的区间背后代表的意思？这只有雷老板能跟你讲哦，因为我以前真的是每天看盘，每天盯盘，杀进杀出，我了解全市场法人们在想什么，因为我就是法人自营部出身的。 好不好？所以你真的要帮我按个赞，都看到这里了。我们接下来继续看喽。那前面这么难啊，我们要怎么办？雷老板送你：股市越快，心则慢。我是股市金城武。OK，股市雷老板，股市越快，心则慢。你有一个核心的中心思想，你知道它订单接到二零二七年。今天这一根不会无缘无故拉涨停的啦。 国内各大券商纷纷调高目标价了啦，现在市店都调到一百六十几了，华晨甚至喊到五百了啦。华晨现在才多少？今天国内的一级券商哦，华晨已经喊到五百了、哦。那你觉得同族群的中心店、同族群的压力要不要一起上去？问你嘛，思考嘛，对不对？那如果你跟着雷老板一样，在这一段期间你上去了，以前的你都只思考说啊，涨太快了，回来我要追。 我要买，我要低阶就回到这里了。你没有低阶那你在干嘛？雷老板常讲的，如果你只有思考，我命令你思考，但是如果你只有思考，你不去动作，那什么？就是怠惰。如果你怠惰，你就不会有成果。所以，如果你要赚钱，你就要认真努力，好不好？我这里，雷老板没有任何内线哦，雷老板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做苦工的哦。我讲每一档股票，都把背后原因、买的原因给你看哦。我连讲技术分析，都分析背后的原因给你看哦。 所以，同学，你看咯，这样子来试电。今天如果真的回来了，你敢接了？我们宁愿接在相对低。我那时候是不是一直跟你说，我希望接在相对低？因为雷老板不是神，我从来不会说我是股神，我只会说我是一个非常认真做研究的分析师。那我就是去赢了解股价的心理学這样而已。所以你看，今天都在这个关键点位，大家之前买的成本。 整个重电都回来了，哎，包括我们的雅丽，你要不要看雅丽前一阵子那个 K 线有多丑？哇，你狂看买看，你看这样的 K 棒你敢追吗？对不对？这样的 K 棒你守得住吗？但是我们雅丽是卖在八十几哦，同学，我们卖在八十几哦，我每一档重电四雄里面的重电操作我都不同哦，我的四四电是卖在一百三十几一次哦，我的华晨是卖在三百五十几以上一次哦，所以同学，我们是有操作来回的哦。 对不对？那后来我是跟你说，你可以考虑，比如说你觉得市电压力太高了，你就可以去换成什么？你可以去换成中心电嘛，对不对？你可以去换成谁？换成市电啊？为什么？因为它们评价相对低呀、啊。今天华成本一比已经被修到三十五倍了哦，同学，券商报告修到三十五倍了、哦，我就问你哦，那其他的呢？其他的还可以在十出头倍吗？还可以在只有十五倍吗？ 中心店如果明年赚九块钱，你乘以十五是多少？那华是中心店在市场上低位，其实不输华晨诶。华晨现在市场上给三十五倍，对不对？四店给二十五到三十倍。那为什么中心店就因为一个云豹假车案吗？哎、欸，之后如果有记者还什么来访问我，到时候秀文章给你们看哦。雷老板觉得云豹假车案就是到今年为止而已哦、喔，明年。 法人可能就可以重新回来买我们的中心店哦，所以同学试店中心店都还不错，亚丽华晨都没有不好，但是有时候你们就说啊涨那么多了，所以我都在帮你们挑低基器的，我是照顾你们，不然整个重电四雄来讲，它就是一个族群，好不好？所以同学，我们先来看一下哦，我们大盘等一下再来讲，你看，所以试电不讲了嘛，今天涨停了嘛，对不对？华晨也涨停了，所以同学，我们豪金仓的同学。 我们四大仓的同学今天是不是很开心？什么最贵？时间最贵啦！如果没有雷老板，你会愿意买在这种 KK 吗？你会愿意 DJ 吗？所以如果没有雷老板的口讯，你会愿意买在这种 KK 吗？我真的很想要请教你，还是你以前就是哇，大家涨上去了，我要跟着追，我买在这里，出在这里，对不对？我那时候我有逃避吗？雷老板有逃避去讲重点吗？雷老板从来没有逃避去讲重点哦，甚至。 有任何人留言，所以你可以留言问雷老板的问题，我都会回答你哦。雷老板停损的股票，雷老板也诚实面对哦。所以市场上没有比我更诚实的老师了吧？因为为什么？因为你们赚钱，我才赚钱啊，就这么简单而已啊。我就喜灾，好不好？好，我们来看一下相关的新闻哦。所以你有日报的同学，你十一月就开始参加我们的重电的啦，对不对？啊，你没有日报的同学，你有扣讯的同学，你有参加我豪金仓的同学，你们这一次重电又会稳稳的吃到了。 明天会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是呢，全市场的券商纷纷开始上修了。我猜很快的，连龙头券商都有机会，甚至是外资券商，好不好？好，今天一个重点哦，美国电网。你看我之前跟你讲的东西，现在记者爆出来了。他跟你说到，我们看划重点的地方哦，美国要建立一个循环基金哦，然后来增强这个电网的建设哦。那最大的重点是在这里。 到二零四零年为止，全球需要增加八千万公里。哎，我们绕地球一圈是多少？我不知道，你帮雷老板算一下。但是有八千万公里的电网哦。我们最新一集的 IG 短片也是讲重电视雄，就这么巧，今天晚上会播出，所以大家也可以帮我订阅收藏，好不好？如果你要浅显易懂了，就把这个 IG 短片分享出去，那你很多朋友就会来帮忙你支援你的重电哦。如果重电后续真的有涨上去，哇！ 我们今年的缴给国家的电费就透懂了、啊，对不对？从哪里花费，从哪种股票赚回来，是雷老板最喜欢的事。所以过去我做过大车队，我做过直播。你不要以为直播我是参加直播会员，对我去抖那不是，我是有买大延生衣，好不好？所以以前嗯，我、啊、我的神之手很不屑的看着我，但是雷老板跟你讲真的，所以我要买鞋子，我就会从全明星运动会。我今天要缴电话费，要缴电费，我们就要从重电视选。 好不好？所以你看哦，四八千万公里哦，美国电网建设，这只有美国在做吗？没有，雷老板那时候就跟你说，台湾也要做啊，五千多亿的预算啊。同学。所以你看哦，这些政策的加持，才能让你说为什么一是可以订单接到二零二七年，二是为什么重电四雄，它可以这样一路的去打国家队，打到北美去，因为全球都要做啊，全球要八千万公里呀、啊。 这八千万公里，现在全球多余出来的产能，只有哪里有？台湾的重电世雄有。为什么？因为过去他们没有找过台湾的重电世雄。但华晨在过去二十年的打拼，他已经是海外市场占了七成了，尤其是北美。华晨他会带着大家去打国家队，因为我说过，重电世雄、世嘉的零组件、关键电网的零组件，他们是不排斥的，他们是互补的。盖一个电网都会需要用到他们的东西，我们会介绍单子进来。 好，所以四店的同学，你从十十一月中到现在，你也是笑呵呵哦。我们进在最底一百块附近哦。华晨当初我们进在两百八十块附近哦，涨到三百五十几卖掉过一次哦，现在又回来，有没有机会？中心店我每次买在一百块附近哦，最高一百三十几哦，现在又回到一百二十块附近哦。所以同学，我就问一下嘛，你十二月你说 A I P C 强，你说海运强，你每天关心红海有没有锁起来？你每天关心 A I P C 出几台？ 你怎么不来关心一下？重电的订单已经到二零二七年了。那你这个月的报酬率有没有二十趴嘛？有没有一单档超过二十趴的嘛？有就是好棒棒，我就觉得你很棒。如果没有，是不是因为每次都追都来不及？啊。我就跟你说，年底是这样，所以我们要提前布局。好，那当初的这一些啊、呃，雷老板都给你看过了嘛？重电大厂法说加持十一月二十八，所以从十一月中午就开始看了。有日报的同学，你那时候就追着我了。 那最后进广告之前，要不要跟你讲？最重要就是说，所以如果你想要布局二零二四年第一堂的、第一爆的，对不对？你想要布局还有没有什么产业？因为重电很有可能在今年的第一季会继续涨。为什么？因为政府选举落定之后，政策加持股一定要赶快实施啊，对不对？确定政局稳定之后，电网这种东西是不能缺的、欸。台积电已经把全台湾的电。 新的再生能源的电包走一大半，甚至包走全部嘞、欸。政府不赶快升电出来，你的名声会出现问题啊，同学。明年如果要用 AI server，你全部都要换 AI PC 好了。这一些的功耗都是更大的电子软体哦，还有电子电脑哦。那这一些的 PC、NB 每个功耗都更大，每个家庭都需要更多的能源。全球温室暖化，你觉得政府能不加速建设电网吗？ 为什么美国人开始紧张了？为什么美国人开始来用台湾的货了？所以你如果第一季还想要知道重点怎么做，第一季想要知道 A I P C 怎么走，你一定要来参加雷老板二零二四年第一堂课，把你的布局好好了，在新年之前就布局好，安安心心的去过九天的年假，回来你就会感谢雷老板说：“好、哦，雷老板，现在在有你，我在放假过程中我不用一直担心海外，因为至少进退我有所依据。” 好，我们进一下广告哦。广告回来之后呢，我要再跟你讲一下重点，还有一些最近的新闻相关，跟我们手上的持股。进一下广告，马上回来。 好，很多同学问雷老板说：“为什么雷老板你都可以这么快就发现这些产业？”同学，我没有，我很多产业我都是研究了好几年哦、喔。其实雷老板，很多人认识雷老板是因为我之前做中心店，我是那时候去年我五十块的时候，我就带着大家做到一百三十块哦。 所以我对重店的历史我是很熟的哦，包括任网计划，包括去年推出的储能计划、哦。所以当时《金周刊》在访问雷老板的时候，包括后来的静传媒，禁止的静的静传媒，他们在访问雷老板的时候，他们就觉得为什么你都有侦探思维？所以同学，雷老板那时候真的是对重店这个族群，我是一年两年这样子研究的。然后甚至在他下跌的时候，不然我问你嘛，你今天你想买在一百块附近的市店，买在一百块附近的中心店？ 买在两百多块的华晨，你一定是提早就注意到了吧？那如果不是我过去这一两年注意到的话，低点最多最多不过是九十几耶。我们来看一下哦，市电最低这也才九十几耶。我们要进在一百块，才比最低九十六块多四块。如果不是我的团队长期这样子研究，所以同学这就是天天操练哦。我们看着它跌下来，还要天天研究这四档股票，你有这个心力吗？ 还是你只要跌下一套牢，你跌下来你也不出，套牢之后你就盖牌什么都不看了，对吧？雷老板是当初上去之后出完了，我还要随时回来关心这个族群什么时候整理结束？哎，包括过程中中心店有云爆假车案，我要去了解说，哎，这个诉讼案对公司的影响，董事经营阶层会不会替换？这你平常做股票的研究这么多吗？还要知道整个投信法人的内规会不会出这档股票？ 我不相信你在其他地方的分析师，你会听到这些评论。那我甚至可以跟你说，法人如果回来买中心店，有机会大买，甚至可能是明年，因为明年新的一开始之后，他们去年因为诉讼弊案已经解决的公司，他们重新纳入选股股池，这你们知道吗？好，所以雷老板知道吗孙同学，雷老板就是有这种侦探思维哦，不然不会买在。 最低点九十六块上来的四块钱一百块的地方哦，我从来没有说我买在最低点，我只想买相对低点。当初你有日报同学，所以没有日报同学，赶快先定起来。你不加会员，赶快先把日报定起来，每天看就可以跟雷老板一样天天操练。这都是一个多月前我们就要开始知道了，好不好？ 所以雷老板的侦探思维，最后用一个 b o s t time 的时间的影片来结尾，好不好？我们请导播帮雷老板放一下，到当初我是不是早早就发现闪电联盟了？好，导播进一下 b o s t time。联盟哦，闪电联盟这个同学有印象吗？这些股票其实有订日报的同学都知道，那有空讯的同学甚至有好几档，我们都脱离成本的啦。不相信的话，我先给大家看一下嘛。 重点四雄是哪四雄？就是亚力四店、中心店、华城。为什么特别挑了亚力？因为还是怕你们看到股价高就买不下去，挑了一档亚力，它也不差啦。但是呢，有股價有股价超过十万块的，当然是在市场上的地位更强嘛。不过没关系，等一下四四雄我都会怎么样，都会分析给你听哦、喔。风电双星昨天看合约负债，等一下也会给你看，你就知道说为什么。 风电双星这次要做一波流，中电四雄一波之后可能还有一波，但是也跟你讲了，台达电是整个闪电联盟的盟主嘛，对不对？既然是个联盟，就要有盟主嘛，盟主让台达电来做，有谁有意见？所以我们的会员也早就进去布局台达电哦，我们买在三百块以下同学，台达电这么大只的股票，我们还是能赚哦，所以不要再说高价股不好做了，我们最近做出去的很多都是高价股。 而且你用零股就可以参与，所以不会做高价股的，打电话给你的营业员。所以呢，今天早上的时候呢，我们除了重电之外，哎，同学，你看哦、喔，重电从十一月到现在，我们只要是十一月那时候加入会员的，我们大概都是二十趴咯。但是有的华晨已经获利了结咯70，亚力七十趴哦，亚力我们是五十块进八十几出哦，所以亚力是非常非常的惊人的。那我们现在重新回来聚焦在市店中心店。 华晨没有说不行哦，随时可能会回来哦。但是呢，我知道你想买便宜，那买便宜什么叫便宜？只有雷老板才能跟你讲什么叫便宜，好不好？早上的时候呢，有几个会员打电话进来就很开心了，就说哇，他已经好久没有看到这么获这种获利了。尤其是今天的新日新啊，盘中股价又一度创高哦。那他跟我说，哎、欸，创高他就想卖了。我说很支持你啊，因为这几个月你可以赚五十趴的股票，何不卖？对不对？所以他说，老板你好像在这里有带我当初熬过。 我看着你的 Q 群，你看又是这种图，你熬得过吗？我是不是那时候也有先跟你说？我昨天的 boss t 波士泰跟你说，它就是会拉回到这边来整理，这样是最完美的。整理的这里时间越长，它下一波整到明年的 A I P C 的电脑轴承出来，苹果 AirPod 推出，明年底折叠机，苹果折叠机的消息更往前提前，它到时候就有机会再拉一波。 对不对？所以这里非常难熬啊，很多人来问雷老板啦、啊。但是我的 coaching 就跟你说，你想报波段标股，会有机会让你过高的啊。那你跟我说，哎，老板，我还是觉得很辛苦，我在这里出掉，但是我出在最高点的地方。同学，从今天看或许是最高点呐、啊，但是呢，你已经很厉害了，好不好？你从十月报到现在，你报了一个多月，你竟然可以获利五十几拍。哎 这一张图上面最当时啊，十二月十二月多做的时候，甚至只有四十几趴。欸、你今天过高，你是五十几趴，的同学，你真的要帮自己鼓鼓掌。有时候是雷老板带着你没有错，但是也是因为我们一起天天操练，雷老板不会把功劳全部拿走。因为你们看我直播的人，你们帮我订阅、分享、按赞的人，你们每天这一千多个人、两千个人，你们每天看，我知道你们真的每天看。还有下午直播了这一百人，每次直播就这一百多个，我觉得你们真的超铁的。 我很感谢你，所以说呢，你们跟着我一起天天操练，我们才有今天三三七六这种结果，我们才有未来有有这把时间拉长，拉到明年选举完，我们才有后续也会有过高的成果、喔，对不对？这个已经先过高一次了，后续有没有机会？我觉得都有机会哦、喔。这个有没有机会后续再过高也是有机会哦、喔。 啊，这个过高一次又拉很远的，我就先叫你出一趟了嘛，对不对？所以呢，你就算现在再买回来，你也比你当初卖的时候还低啊，同学。但这一档七十趴狠狠入袋，所以我想要表达的是很感谢你们，我们一起度过这种煎熬的两三个礼拜。那后续会不会更好？资金会不会很快速的轮动？刘老板跟你说我不知道，但是刘老板可只能很诚心的跟你讲说。 我至少我抓住当初那批人的成本在哪里，我用原始的一套逻辑，我没有今天跌就说一套，涨就说一套，我从头到尾给你们看了 Time，回顾，我讲的都是同一个产业故事的逻辑，因为我任何一个股票都是这样，我研究的技术，没有研究的筹码面，很多人说你怎么不专注一面，因为市场上这个社会就是没有这么单纯，好不好？每个人都跟你说你要当好人啦、啊，当好人就会活得好吗？同学。 每个人都说要当好人啦、啊，当坏人就一定会活得不长吗？对不对？所以这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一面哦，就是因为我都经历过了这十几年来，还有我每天跟这么多的法人在交流，所以雷老板知道没有一套是绝对稳赢的，你一定要参考，随时变化，好不好？好，讲了这么多，也很感谢大家陪我撑到现在，我现在真的很感激你们这些人每天看，然后撑到现在，帮自己拍拍手，按个赞，好。 同学，接下来喽，我们接下来讲什么？我们来讲一下，哎、欸，暌违四年，四个轮呐、啊，这波懂哎哟是也卡点呐四个车轮、啊、哦,哦，台北新车终于又发发了什么能源车展喽、哦？暌违四年喽、哦，对不对？这东南西北风要转四次哦，四年喽、哦，开始又车厂了，这么多的车，车用能不能回来看了？今年好像轮动还没轮动到车用哦。梁老板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火眼金睛了一下啊、哦。 火眼金睛了一下，但急不急着买不一定，但要不要布局一点点眼單？单可以？我有布局一点点，因为为什么？我问你，进入到能源车的市场，有什么是不会变的？哎，同学，电动车变，啊，柴油车变电动车，油车变电动车，有没有什么是不会变的？很多吧，一台车的外形不会变吧？四个轮子不会变吧？只是少掉引擎跟变速器而已、哦。 所以车灯不会变哦，整个车用电子越来越多、哦，所以明年会不会多一个车用题材？不知道这个题材我们等很久了，但是它跟手机一样，它跟纺织业一样，它跟笔电、PC 一样，今年二零二三年都是历史以来最低的一年，所以明年怎么样都是复苏，好不好？所以同学做复苏的股票就是做谁会轮动到哦。 连货运都轮动到咯，连钢铁都轮动到咯，车用呢？你们看不起车子吗？我要问你了。所以我看到新闻的时候，我是这么想的，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想。但车用或许今年的第一季，跟随雷老板的会员一起来布个局，有没有机会再到新春第一报？哎，我来帮大家做个功课，好不好？我早上看 AIPC，我看到大陆的文章去了，那个 PDF 五六十页啊，同学。 PDF 一个早上，所以我之后另外一个节目专讲产业的财经指南。我们 AIPC 那是我们看了几十页的报告出来的。我我上节目都是这样，我这些手稿每天都是新的哦。所以同学，我们团队真的很认真，好不好？所以如果一定有陪我们撑过去的，真的要给我们一点鼓励，至少按赞订阅支持一下，分享给有重电的人，有新日新的人，有安寝的人，好不好？ 好，那第二个呢？哎，这个不错哦。我们的全民星运动会，因为这几天都有人陆陆续续来问嘛，他就有讲到了远东新说明年上半年营运回温哦。所以虽然 Nike 大跌了，虽然 Nike 大跌了，但是呢，我们台湾的供应链怎么样？因为 Nike 跟艾迪达这些库存在下降啊，对不对？啊，Nike 虽然大跌，跌是说我明年的展望不好。哎，这个明天我有一集财经直男，我讲 Nike 供应链的，你们可以看哦。好，所以。 那是我请 Elvis，我请外部人士来跟我一起录的。雷老板是花又花钱了，好不好？所以未来的 Nike 呢，它还是在成长，只是成长比较少一点哦、喔。所以只要它成长，库存就会下降；只要库存下降，就要找台湾的供应链嘛。所以为什么我跟你说，有时候 Nike 跌，为什么台湾的全部股票没有跟着一起跌？因为你现在库存就在少啊，你未来就要补库存啊。所以雷老板不能妄下定论，我一定要等到营收出来，我一定要等到。 有公司在出来放风声说，可恶被 Nike 骗了，可恶被艾迪达骗了，我取消明年上半年展望看的好这个观点看法，你觉得容易吗？你觉得当雷老板容易吗？不容易嘛，所以你不会那么早预测到嘛？为什么？因为明年有奥运呢，明年有一堆运动赛事哎、欸，东荣兴他之前甚至跟你说，其实他最好的时候会在大型运动赛事之后，为什么？因为我们追星嘛，追星就想要跟他穿一样的衣服嘛。 所以远东新出来跟你讲了、哦，远东新跟你说明年上半年，他跟其他的厂商一样如出一辙哦。他跟你说明年上半年营业回温哦。好，那还有什么新闻值得我们看一下？我们的景气灯，景气灯号呢？这里有一些重点，来，你等下可以定格看一下哦。有一些重要的产业都已经灯号回来了哦。你看，景气灯号一口气增加了四分呢，所以这个显很显著哦。所以我们是不是真的在复苏？同学，我们是不是真的在做复苏行情？ 你跟着雷老板是在做复苏，我们做的就是缓步复苏。为什么？如果全面复苏的话，每一天就是各个产业胖胖胖一直涨。但今天我们做的是反缓步复苏，所以特别难做，特别要有人带着你做，对，才会像刚刚这样，有没有？市电涨一波三四十趴，回来二十趴，有够难受的。没有人陪着你，同学，我是你的顾问哦。我经营这家投顾就是想要当大家的财务顾问哦。我从来没有说我是股神哦。 我希望我用最恳切、最中肯的方式，把我的经验分享给你哦。所以你们来参加我的会员，你们買我的扣训，除了是希望跟我的知识，我多年来赚钱的知识可以分享给你们之外，我就是你们的财务顾问哦。再大的公司都会请顾问哦。你今天要经营投资这个副业，你有雷老板这个顾问，好不好？所以还是重叫一次哦。你今明年不知道怎么做，一月份的课程赶快去参加。 我昨天讲一个例子，人之手跟我说他超有感觉。我说你真的不要为了课程的那个报名费，不要像去面试的时候为了停车场的停车费差二十块差十块停的比较远，结果面试赶不上了。那这样这样好吗？这样叫本末倒置啊！你想赚钱就要先付出一点成本了、啊，就是这样而已啦。你想赚钱，你股票买进去就要设好停损了、啊，停损也是你的成本了、啊。 学习资讯内容也是你的成本啊，这个叫资讯费，这个叫顾问费，OK？好，所以最后再来讲一下、哦、美元指数的部分。来，美元指数哇又下去了，同学。所以美股、台股为什么这么强？我当初就一再跟你讲，你就看这个就好了嘛。 总金啊，研究老半天，哎、欸，担担心什么时候升息降息，率几率九十几趴、八十几趴、七十几趴，对不对？第一季、第二季、第三季降息，全部都给你猜到了。你十、十一、十二月的行情有做到吗？都给你猜到了、啊。所以你猜总经要干嘛？你猜大盘要干嘛？你猜大盘创高好了。十二月有够难做了，你大盘赚到了什么？这就是雷老板。 想好奇请问的，所以我当初说你指数就抓一个就好了。美元只要落下来的资金就是撒向全国，就是从美元的定存、美元的活存移出来，移到债市、移到股市嘛，就这么一个逻辑。为什么全部的分析是要绕那么大圈？我就问，为什么他们不敢直接讲？因为他们没有像雷老板前面有这么多的时间可以跟你讲每一个产业背后的逻辑啦，跟你讲每一根 K 棒背后的逻辑啦，就是这样而已啦。所以他大盘要讲了老半天啦、啊。 那我就问你，买从我第一集开始看，我是不是跟你说，美元指数只要跌下来，台币汇率只要升上去，大盘就会创高？但是大盘创高，我要跟你讲一件事情，你不一定会赚钱。我都跟你讲过了，对啊，你不听，我不听就时间最贵嘛，十十一十二嘛，刚那一张嘛，人家新日新早上打电话过来，五十八，谢谢了，一档就抵掉全部停损的啦，还超过了，对不对？好，所以呢，最后雷老板就跟你说，你就是看这个。 定日报同学就讲的更细一点。你看，每天跟你更新美元指数，每天跟你更新美债殖利率，追这一些就好了，好不好？所以同学，我们今天直播差不多咯，今天是不是意犹未尽？再挑个一两档给大家看一下哦。今天三四七九，如果从技术分析来看，打到的位置非常漂亮，有没有？所以同学，你要不要工具？你要不要雷老板的顾问费？你要不要雷老板的罗盘？来，MA one 参数打到弹起来了，后续有没有机会？我们看下去吧。 元泰是不是跟你说不用每天急着追？你看你这根没追到，回来有机会；你这根没追到，回来还是有机会哦。所以我那时候跟你说什么，你要追这种大型股长虹 K 的，来抓住那一根长虹 K K 棒上三分之一到上四分之一，隔天的上，隔天这个 K 棒的上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位置，隔着 K 棒的上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位置，你去挂单，因为我一直在强调低阶，你们是不是又忘记了？每天低阶每一档少人家一两趴。 一个礼拜五档就少十趴，一个月二十个交易日，你自己算一下少几趴。如果说一档少一趴，一个月就二十趴。哎、欸，一个月二十趴几根涨停板？你十二月赚得到两根涨停板吗？所以低阶也可以赚涨停板、欸、你怎么都没有这样想过？低阶可以让你很好的防守、欸，哎，同学，就是因为我们重点买的够低，所以我们才忍得过，好不好？十一月买的人就是可以忍得过。 就算你明天不开心，你把它卖掉了，你这一波也没有赔的，甚至都赚了，对不对？十月、十一月进来的都赚两成了吧？好，所以同学，时间最贵，再度强调哦。节目的最后呢，要感谢各位同学，所以我要陪你念一段话：我们永远看，重点体现耐心是智慧的伴侣，用研究丰富你的视野，用投资品味你的人生。这是我雷老板一直以来的格言。 为什么？因为我们赚到钱，要好好的享受生活。对，我们投资是副业，都是要拿来享受生活的好不好？今天的节目到这边哦。那下一期明天的节目很精彩哦，有财经直男哦，我跟我的重要顾问 Elvis 一起主持的哦，所以希望大家有空也要来拨弄啊，按赞分享一下，好不好？今天节目到这边，我们明天见，拜拜。<music>